些情节里有没有真心？是否我可以？哇哦，对，就这样。哇哦！从今往后，你我二人就是夫妻了。你当真想清楚，不再有顾虑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怕我逃跑啊？你这个人呢，聪明绝顶，可在情志一事上，偏偏没有那么聪明。从前你教我读书、写字、弹琴、做人，从今往后，换我来教你。我来教你如何好好的去喜欢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江雪宁，我是你的。就让我清醒的沉入海底，多想问问你，多想问问你是什么原因？那些情节里有没有真心？张大人这么厉害就好了，你嫌我比娘亲还难教，不愿再教我，要找开蒙先生来教，那张大人就很合适。爹爹，你看行吗？哎呀，爹爹说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千好万好都不如您好，我都听您的。咱们家从来不强迫人。你想让谁当你先生就让谁当你先生，昧着良心的事不要做，小小年纪就出卖良心多不好。小心率算什么，一点也不好，儿子没有卖良心，这话就是凭良心说的。我教你怎样好好的爱一个人。哇哦，对，就这样。哇哦，你几岁啊？他可能帮不动我。不会吧，我帮不动你。要不你自己喝酒。我走了，行。我走了，行。张真，张真，对，把衣服脱下来给他。不演了，姐爱谁接谁接。走走走走走。